lights they flicker and the candles glitter like you're in a thriller. Heart goes pom pom pom. Ghostly figures they can get so bright.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好久没有来跟大家分享 PVC 人形公仔的系列。上一周啦，魔丸这边又收到一支的到货通知，这支也算是很特别啦，也因为魔丸这次入手的其实是这个再贩的版本。最早的话呢，在2016、2017年呢，这支就已经有先发售。魔丸当时也还在读大学、读研究所的阶段，当时其实也是有预购，也是有收到。可是啦，对于魔丸来说，收这一支也算是命运坎坷。那魔丸这边也先不多说，先拿一下这次的外盒啦，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也算是我们初音未来系列里面的海鹰，这一支是水手服的版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熟悉的初音未来应该是像右边这个样子，绿色的双马尾，再搭上一个可爱的脸蛋。那在我们的 V 加，不是 VTuber 哦，是 Vocal 的 V 加。除了最熟悉的初音未来，也还有我们的静音双子、寻音卢卡，又或者是大哥跟大姐，这些其实都算是比较有名的角色，在一些音乐手游都还有机会可以登场。其实官方这边至少是有推出20-30种左右不同的音源软体，其实像是重音、像是弱音，又或者是神威呢，也都算是小有名气。可是如果你没有接触过 V 加，应该也就不太了解。魔丸上面说的这些角色呢，其实都有自己专属的一套音源软体。可是这一次的角色海鹰呢，他所使用的音源其实跟初音未来是一模一样。简单来说，其实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变体。当然，看到这个外形呢，大家也就知道这种音乐的风格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海鹰最早的初登场呢，大概也要回推这样子算也有10年了，是在2011、2012年左右。当时也是有一位创作人，魔丸忘记是谁了，所发布了一首新曲，是叫做《细菌感染》MV 当中呢就有出现，不过并不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造型上面非常非常的猎奇，再搭上黑暗的曲风，当时一推出也是吓坏不少听众。不过最令人压抑的还不止这一些，而是这个海音呢是有经过官方的认证。那也就在2014、2015年左右，由相同的这个 UCI 的厂家呢正式推出了第一支海音的 PVC， 也是属于这个半肉的版本。那插个题外话，当时这个人形版是还没有经过官方的认证。那故事先到这个地方啦，相信大家对于这次的本体还是比较感兴趣。魔丸先开箱啦，后续再来跟大家慢慢介绍外盒的部分啦。其实也因为这次所推出的是这个再版的版本，跟当时出版都是一模一样，全部都是采用这种封闭式的包装。那魔丸这边也就不再多说，直接开箱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体的部分。来样子啊，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细节的涂装表现。这一支是属于再版的版本，那当时出版呢是在2016年登场。魔丸当时其实是有收到，但影片的前面有跟大家说到啦，收这一支也是收的命运坎坷。目前的这一支再版其实是魔丸所收的第三支，第一支还在读大学阶段，搬家的过程呢不小心压到，出现很严重的核损，所以魔丸一气之下啦，就直接便宜卖掉，又再买了第二支，一样是属于出版的。结果在硕士毕业搬回台中，在上架的过程呢又从高处掉落，虽然是没有出现断件，但是头发的侧边啦就出现严重的掉漆，所以摸完一气之下啦也就忍痛割爱。当时虽然难过啦，但也只能怪自己不小心。那就在前一年呢，官方这边突然又在宣布再版，摸完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啦，也就直接下定，原本预定是在前一年的11月份就要推出啦，当然也因为延期，所以摸完也就在上一周收到。不过呢，这次仔细一看，其实跟10年前的涂装水准来说呢是一模一样。10年前来说算是精致啦，那10年后的现在呢也就只能算是中规中矩，毕竟涂装水准啦是一直在进步，那该有的细节表现其实也不是没有。头发上方经典的海蟑螂发饰呢一样是有用金属的质感来涂装，上面的阴影细节呢其实都是做得很到位，后面发色部分该有的渐层质感呢这边也都是有完整还原。
源，不过发射细节也就没有做的太多。眼睛的部分啦，左右眼两边呢也有特别刻画。海鹰的设定啦，左眼是一个机械的翼眼，那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出一个些微的差距。魔幻觉得这边的制作啦，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另外在旁边耳饰的部分啦，也有做到一个小小的分色。脖的地方呢，经典的吊饰也是有用链条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地方啦跟早期出版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在身体身形的设计，海鹰也因为是偏瘦偏骨感的这种造型，所以手部的线条啊这边的呈现都是很到位。当时模型师的设定来说啦，其实就已经很还原了。手部的细节表现啦，也是魔丸觉得这一只蛮大的一个看点，在这种稍微扭曲的感觉呢也是做得很到位。腰部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看点，也就在于它的延伸处呢大概是有到胸部的这个位置，虽然看不太到，但是官方这边是有把这种渐层的层次感给呈现出来，细节也就会因此而加分啦。魔丸觉得这是设计上面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接下来下半身百褶裙的设计，该有的阴影质感涂装呢都是有呈现出来，至少在皮带的部分啊以及下面拉的线条呢都算是蛮不错的。海鹰还有一个很奇特的设定啦，就是呢它其实是没有穿着小裤裤的，不知道为什么啦，官方的设定呢就是走一个比较奇特的路线。这个裙子啊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可脱式的设计，但魔丸要特别强调啦，它主要主打还是要还原角色的造型啦，并不是刻意要走这种裸露的路线，所以在细节的部分啊它是没有设计出来的，这个地方啦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好。最后一直到腿部脚部的地方啦，一样走了一个经典的膝上袜，不过咬肉质感啦也就没有呈现的太多，至少在下面透肤的这种质感啦还是有还原出来。靴子的部分呢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尺寸，也算是跟上面做了一个对比反差萌的这种感觉。细节的图案啦反而是魔丸觉得这次制作很精致的一个地方啦，其实以前的话啦也就有完整还原，当然连着前面的鞋带细节呢也都是还原的非常非常的到位。缺点的部分啦，魔丸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明显的也就在于手部接合线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避免掉的，这个地方啦做一个无缝，那手臂的两侧呢直接用外接的方式插进去，其实也就可以完美避开这个地方啦。不过以2016年来说啦，可能技术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么的纯熟，所以这个地方啦其实就还算是蛮明显的。另外在我们膝上袜这边呢，很明显这个白线应该是使用水贴的方式，可以看到接合处竟然也是在正面的地方，两只脚都是，起码也得转到后面啦，在一些比较看不到的地方，在正前面看起来呢真的算是蛮痛苦的。人形版本的海鹰啦其实也是在2015-2016呢才有经过官方的认证，那也就在那个时候啦 UCI 才推出了这一只 PVC。 不过呢最初始的造型并不是这个水手服的版本，而是另外一个原始服装的版本，当然那一只啦魔丸也是入手出版，一直到现在啦还是有完整保存，起码没有像这一只啦收的是命运坎坷。那这边的话啦魔丸也就不再多说了，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Lightsy flicker and the candles glitter like you're in a thriller. Heart goes pom pom pom. Ghostly figures they can get so bitter. Show you want to answer, you can turn back up. You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 What's going on inside? Where the monsters like to come alive, come alive. Do you really wanna know me? I'm really not that cozy. It's up to you, so you decide. You decide. Could you love me? Try to break me like a curse, you know that will never work. I'm a little bit absurd, I like dancing on the verge. Anyone can love a pretty little mansion, but could you love a haunted, haunted house? Or could you love me now? A haunted, haunted, I'm a haunted house. A haunted, haunted house. If you're too scared, get out.Scribbled on my wall saying that you better turn around. Wouldn't be the first to try to burn me down. Your move,
YouTube。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隔了这么长时间啊，又有机会推出再版，其实魔丸也算很开心，总算啊又再次收到这一支。虽然整体的涂装没有进步到太多啦，但跟当年比较起来呢，魔丸入手的价格其实还是更加的便宜，当时的定价呢其实是在3800多块，那这一次的再版定价呢是在3200出头块，价钱更加便宜啦，又有机会可以收到这个蛮有特色的造型，有兴趣的朋友啊也是可以趁着最近稍微去寻找一下。今天的分享啦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未来魔丸这边有在入手其他的初音未来又或者是其他的 PVC 系列，一样也就会再拍摄成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